嚟呢個集會。英文又講得唔好，普通話講又唔係啲富裕嘅人啦。咁啊，但我係一個喺香港一個長期關心社會時事，都關心呢個世界局勢嘅一個小市民。咁喺你喺香港嘅所謂，就算嗰啲叫和理非又好，勇武抗爭嘅遊行活動，只要我喺香港咧，差唔多你九成啊都會見到我身影啊嗰啲，包括柳仲江啊嗰本書裏邊啊，元朗黑夜咧都有個故事嘅。咁講嗰晚事情咧，有好多嘅影片咧喺網上都會見到嘅。咁啊，甚至我亦都被拘捕過兩次啦，包括一個就喺理工事件啦。咁理工之後咧，亦都拘捕過一次，咁就非法集結啊。咁嗰啲冇辦法咧。咁其實初初我都唔想離開香港住嘅。咁我都等啦，我想等埋睇嗰個習近平佢能唔能夠連任先啦。咁樣，咁最後咧，咁啊佢亦都繼續連任啦。咁我衡量自己嘅風險，我又唔係啲咩知名人士，咁所以我都選擇想等咗兩年後。咁啊，結果咁我都係避免啦，免得有個風險喺度。咁我就離開香港先，咁嚟到英國啦。咁同時嚟到英國啦，咁我起碼咧都會有自由啊，仲有機會啊，咁有自由咧去繼續作為一個普通嘅小市民咧，都發一點聲音。咁第二個部分咧，我想對一啲嘅香港人咧作出一啲嘅勉勵鼓勵。因為依家咧喺香港，譬如近期啦，好似兩日前有一個城市理工大學嘅，我唔記得佢名叫咩教授跳軌自殺啦咁。咁呢啲嘅事情咧，可能會影響一啲嘅連鎖反應，會導致好多唔少香港人仍然喺香港嘅一啲嘅香港人，尤其是清醒咗嘅香港人，點解要強調清醒咧？咁香港人好多都可以有身份證都係叫香港人噶嘛，咁但你清醒就比較痛苦啊，面對咁樣嘅環境，咁又見到呢啲咁嘅悲傷嘅事情，咁啊有個咁嘅教授咁去跳軌為咗呢啲咁嘅事，咁有機會導致好多人更加有啲依家香港經濟又差咧，咁又抑鬱啊嗰啲等好多嘅。經濟差又影響埋啲家庭問題啊等等嗰啲，咁依家可能好多香港人都比較心灰意冷，但係我想鼓勵香港人咧唔使心灰意冷嘅。其實同我長期去關心同埋觀察呢個世界政局嗰個發展啊，其實依家但係其實喺我2014年嗰個嘅2014年嗰個佔領運動啊，我同朋友講，我話預料咧，我喺當時啊，我朋友問你覺得，因為佢知道我長期關心政治，佢問我你覺得中共到底要幾時會倒台咧？咁我同佢講，我話快則3年，慢則7至10年到啦。點解快則3年？因為政治有啲嘢好突變性嘅。咁如果冇咧，就隨著個時間去演變。咁演變咧就係、是、我列舉，尤其是喺我2019，我列舉咗10個因素，就係嗰個政權嗰個內鬥啊，經濟會變差啦。咁呢幾年啊，大家都睇到啦，尤其是喺大陸嗰個經濟特別更加會差噶。咁亦都會影響一個國際嘅局勢。咁依家咧國際局勢，如果有好關心呢啲嘅事情嘅市民咧嘅香港人都應該會知嘅。依家全球大部分，尤其是以自由以美國為首嘅歐美世界嘅民主社會，嗰啲嘅商家全部都大部分已經撤出啦，盡量已經撤出呢個中國。佢嘅經濟越嚟越差嘅時候咧，依啲往往亦都係導致中共或者甚至任何一個獨裁政權咧其中一個倒台嘅因素嚟嘅。咁依家近呢一幾年啊，睇到嗰啲嘅事情咧。其實香港人不需要太過灰心，反而我仲會更加見到呢個嘅希望。咁所以我喺度呼籲香港人不需要太過灰心。咁最後一部分咧，就因為時間唔多，咁我最後講咧就係、是、我哋，尤其是我哋而家嚟到喺英國嘅香港人。咁我知道咧，因為我自己認識都嚟咗之後，都認識唔少好多嘅香港家庭啊。咁其實佢哋都已經比較心灰意冷啦，亦都唔會太過。即係我由我兩年前我嚟咗兩年多一啲嘅，咁兩年初初嚟一啲集會咧，都仲會比較多一啲嘅香港人㗎。咁但係當個集會越嚟越多嘅時候，你大家香港人都明白㗎。咁香港人有陣時都冇乜耐性啊，嗰啲咁冇乜韌力啊，咁咧就會慢慢啲人數會少啊，心灰意冷。我認識嗰啲香港朋友，佢哋都唔會出嚟參加呢啲遊行集會㗎啦。咁樣咁但係咧，我想呼籲咧，喺我哋依家，譬如今日嚟到嘅，都起碼即係表示我哋仲有心先至會嚟嘅啫，係嘛？仲有堅持。仲有嗰種堅持，你先會嚟嘅，唔係你都唔會嚟嘅，係嘛？咁喺個時候咧，我哋仲要咧克服恐懼。譬如喺上一年嗰、那個同樣嚟到呢度嗰個23條集會咧，我記得睇嗰個投票裏邊咧有6票啊，有6票咧係支持嗰個23條集會。咁後來今年年頭早幾個月前亦都發現咗有嗰個咩香港經貿辦嗰啲嘅間諜案嗰事件啦。咁有啲香港人都已經知㗎，即係可能喺我哋呢個當中裏邊。
頭先都有一啲嘅市民，好似影到有兩個人咧喺度影我哋啲人嘅相啊，走咗嗰邊。咁可能喺當中裏邊都有一啲嘅呢啲嘅人咧，咁導致我哋恐懼。咁我係想咧表達，我哋都同時咧要克服呢個嘅恐懼啊。咁嗱，我哋而家叫好多口號咧，嗰啲口號都已經逐步喺唔同嘅年代咧已經轉變啦。依家咧就叫光復香港啊，時代革命啊，好似由呢個2016年啊梁天琦咁啊帶起嘅。咁我想去到今時今日，如果我哋啊要克服恐懼，同時我哋嗌個口號咧都要前衞一啲，更加有進步同埋勇敢一啲，係咩咧？如果我哋想香港獨立，如果你香港獨立，呢個嘅中共唔倒台，我哋香港點樣獨立咧？所以我亦都可以呼籲，以後我哋去再有啲遊行，我哋甚至可以改善下啲口號，更加呢個進步一啲，勇敢一啲，就係叫呢個嘅消滅中共，拘捕習近平。如果中共唔消滅，我哋即使我哋點樣去叫咩詞光復香港，我哋點樣去獨立咧？咁前提都要消滅中共先。所以我哋喺個口號裏邊，我哋都要再進步一啲，再更加所謂激進一啲，叫消滅中共。拘捕習近平，大家夠唔夠膽？有冇呢個嘅呢個膽量去叫出呢口號啊？咁唔好咁一齊叫，消滅中共，拘捕習近平，消滅中共，拘捕習近平。好多謝，因為時間關係。